这个里面会有吗？没有，会咬人的吗？在隔板上面有点咬。哦，好好好，我先闪开一下，因为大哥说会咬人哎。不用，哇，哪里？我等一下。你有吗？有回来。哦，我看到眼睛了。我看到了，晕倒了，晕了。原来奴仆指的就是田鼠啦。虽然这下子心里是有个底没错，但是田鼠可是出了名的凶狠跟牙尖嘴利，要是被它咬到，肯定会皮开肉绽啊！而且依照我的目测来看，这只田鼠少说也有手臂这么长，要怎么把它请出老巢啊？还真是伤脑筋啊！世界地点。现在啊，我这边啊一望无际哦，全部都是田。但是刚刚啊，我在田里面呢、啊、看到两个大哥，他们很特别。来，这边，还是讲话先小声一点，因为哈、哦，现在可能远远的看不太出来。萨瓦迪卡，那个大哥，我可以跟你们问个问题吗？你们在找什么啊？现在怎么找的？怎么叫做奴仆？奴仆也是小时的。那它的大小大概多大、啊？我们个米来养，蛮喊的，可能那个米啊。一公斤哎，一公斤就等于是你知道一般出生的小 baby 的一半左右哎，一公斤也很蛮大的哎，有没有？差不多就这样子，有没有？奇怪了呢，这片田地看起来空空荡荡，泥土也像是刚刚才翻过整过。大哥说的奴仆到底是什么东东？而且看他们虽然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却也是小心翼翼的搜寻，丝毫不敢大意。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奴仆可不是好惹的。除了会跑会跳，速度极快，一旦被攻击，见血是小，缺块肉断根指也不是不可能。咱们还是跟在大哥后头，小心为妙啊。洞是长什么样子啊？哦，得了，就是前面是个、哦、什么？哪里？里面了一面。在这边吗？啊！你看，这边也有一个洞。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人啊，你看这个洞啊，以为就只是纯粹就是一个洞而已。这个里面会有吗？没看。会咬人的吗？在隔板上面有点咬。哦，好好好，我先闪开一下，因为大哥说会咬人哎。不用，哇，哪里？我等一下。你有吗？有回来。我没看到，在哪里啊？有吗？拍到了，你拍到了，我怎么没看到？你哭。奴仆，现在晕了呢。啊，我看到眼睛了。我看到了，晕倒了，晕了。原来奴仆指的就是田鼠啦。虽然这下子心里是有个底没错，但是田鼠可是出了名的凶狠跟牙尖嘴利，要是被它咬到，肯定会皮开肉绽啊！而且依照我的目测来看，这只田鼠少说也有手臂这么长，要怎么把它请出老巢啊？还真是伤脑筋啊！现在看起来啊，它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它的头就是这样子，是还蛮大的，比一般我们在只是看到老虎。来，好，你看它比我的，可能是我的前臂耶，它跟我的前臂一样长，有没有？有，这个算大只了吧？养了，还算小，因为它的重量啊也差不多，真的有半公斤左右。而且现在摸它的毛啊，可以看到，一般其他地方都是短毛，有没有？然后毛感觉是很像那个比较就是染发之后啊，然后头发没有保护，然后很干燥的感觉。然后而且还有一些长毛，所以你在远看的时候啊，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豪猪，因为豪猪不是它就一张开就会像这样子，这个长毛，然后也很像人的那个，那有些人比较就是痣旁边然后一个很长的毛的感觉，就像这样子。哦，
后刺刺的，然后很肥，很软，很软。因为我一开始啊，这样摸下去啊，我以为就是像那个有些宠物有没有狗狗啊什么的，它就是只是毛比较蓬松，就不是。你看抓下去都是肉，都是肉，很肥，很大一只。哇哩嘞，真是下属轮了啦！这只奴仆几乎是用飞的冲出巢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飞鼠上身嘞。还好另外一位大哥早就心里有底，暗中埋伏在一旁，不等奴仆跑远，一个箭步追上，就是树枝出鞘，一阵秋风扫落叶的态势，快很准的把他压制在地。然而，正当我们还在惊讶之际，后方土堆之中突然出现奇怪的声音。啊，在那边也是。他会跑的。再一次，奔跑，你来吧，你们看，就更大了，更大一只，有没有？真的，就是我的手臂了。结果我的工具啊，根本没有。我会的第一只，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刚刚这样子，一开始第一次有没有这样很长？呀，打，打的时候，第二次，呀，一直挥不到底。还好有大哥他们。哎，大哥，刚刚啊，整个超车呢，我以为我跑在前面呢，大哥是这样子绕过我，然后堵住他。我已经觉得我跑很快了，他跑更快。对啊，大哥，你为什么抓到的时候你要把他甩掉？抓到的时候甩掉？我们赶着他才他甩不行，他仰头出来，未来要咬他。啊，那么大的只，咬到手啊，手不是有时候的话快要断掉。哎，快到断掉那么夸张哦，大哥。就是再把他甩掉。所以他必须要先把他甩开，再抓，甩开再抓，等到他跟我们一样也没力了，他就会比较不会就去这样像一样仰卧起坐，然后起来咬你了。他其实跟这个农地的土啊是一样的颜色，有没有？是差不多颜色的。所以刚刚只是听到就有一个声音，就这样子的声音，有磨到地的声音，然后就哎。怎么好像有东西？然后就看到有东西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这样，而且它那么大一只，所以就赶快就啊，赶快就冲了，手刀赶快去追它，跑很快呢，这个妖秀哦，第一次发现原来田鼠也这么会跳呢，这奴仆简直就是田鼠、飞鼠、袋鼠的三位一体嘛，也难怪像大哥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倒是阿法，我比较好奇的是，泰国人对于田鼠又是怎样的料理方法嘞？阿妈，好了没？吃了，吃了的，吃了。真的可以了吗？哇，你们看，好香哦！在台湾哦，很有名的叫做什么卤肉饭、肉燥饭。在泰国哦，这是妈妈，这是打抛鼠肉，对不对？打抛鼠。好，先吃吃看这个肉燥。然后呢？好烫，有点烫。麻烦你啊，你该早点跟我讲了。好，好烫哦，而且又来了，在泰国我真的是啊，好，好，我给你弄几个包，你看看，好，还有那个火炮对，好，好，好嘞，好嘞，别怕嘞，好嘞。阿瑞，雷妈妈，雷妈妈包的 so spicy， 哎，阿姨嘞，陪妈妈，哦，其实如果你不说啊，它是鼠肉的话，你吃不太出来，它跟一般那个我们吃的那个打包猪肉啊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油脂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吃起来啊。它不像肉诶，有点像是那个，它是肉松感，可是吃起来是有一点硬硬的，
บวกน่ะไม่ใช่เผ็ดนะไม่ใช่แค่นี้คนไทยต้องให้เผ็ดสุดๆที่เราเห็นนะเป็นสีเหล่งกันแต่是是一个它可以吃的比较辣是一个很重要的少辣妈妈我知道这是小辣，因为之前呢，我们在拍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大家都说哦，我们就是用一点点辣就好了，结果吃起来啊也是大辣，但是真的是好吃的耶，因为好香哦，我觉得泰国啊打抛这种东西啊就是香，然后好吃，很下饭。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泰国的打抛料理并不陌生，口感就跟咱们的肉燥没什么两样，就是多了九层塔还有辣椒的调味，绝对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平民美食。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抽奖送好礼活动。